我应该学学这本怎么和你相处。给你们看看我现在在哪儿，看看这地铁站南锣鼓巷站，看看这牌楼南锣鼓巷。今儿啊，现在已经擦黑了，华灯初上，咱们夜游南锣鼓巷吧。嘛呢，小哥，看文化呢？哟，胡同文化。这是南锣鼓巷全景导览图。看这里还有戏剧学院。哟，中戏。一会儿是不是能碰上明星、演员啥的？哎呀，看着灯笼这喜气，咱们一起过大年喽！大家过年好呀！文鱼奶酪店，哎，胡同里的爆肚，来爆肚爆肚，爆吃管脆啊，爆肚！哎，特别想吃爆肚爆肚了啊！热气腾腾的，爆肚爆肚，好香啊！但是我决定先逛逛，看这俩，稻香村，全聚德，这都是卖给游客的。嗯，北京人一般不在这儿买，都是去饭馆里吃，或者去小区附近就一般有稻香村，在那边买。哎呦，真热闹哎！都是吃，都是对啊，好久没有这种烟火气了。看着哪个都挺香的啊。嗯。哎，真的，你看这人气儿回来了，真好。以前觉得人多烦，挤得慌。现在觉得还是人多好，人多热闹。咱就不说别的啊，咱就看看这老玉米，这太牛了。也好，这老玉米它是手工做的吗？这不是，这是模子做的。哦，我就说呀，这一个一个太费劲了。对，这手工做不出来。来，生意兴隆您。谢谢。小时候都戴这种虎头帽，北方特色，南方戴不上吧？南方没那么冷。看这个，这是老物件。这是店装修的，跟以前似的。对呀、啊。小画片，小人书。对。你看这收音机，半导体。这边的小人书。日用百货，好看。你想看《三毛流浪记》？嗯，还有《罗密欧与朱丽叶》。这还有小人书呢。老北京的气息。你看这老桌子都掉漆了。哎呦喂，刘东华啊，真年轻哎。看这个，上海女人，这都是可以试用的。然后你看这边雪花膏。扑美玲，那是小时候的东西。看，嘎了油。你这本书送给你，好吗？长得太丑，如何与人相处？写着呢，人丑就要多读书。我应该学学这本，怎么和你相处？去你的！你找抽是吧你？看店铺都有好多这种小兔子玩偶，不好看。店铺都开了，大伙儿都拿着各式的吃的。看这家店里吧，就是小吃排档，各式的小吃什么都有。然后我刚才还在门口看到了这个红柳大串。如果你打算来北京，一定要来南锣鼓巷玩一玩，这儿哈真的是特别好逛，然后呢能感受老北京的传统文化，然后呢还有各色小吃，也许它不正宗，但是我觉得体验体验绝对特别的舒适。肥肠包大葱，哎呀妈，这真可以，这个这弄得还挺朝气蓬勃的。看这种古香古色的小店儿，糖葫芦，哎呀，现在都出这种迷你糖葫芦了，这么小啊这糖葫芦。给小宝贝儿的，看这老北京爆肚了啊！嗯，爆肚，哎呀，梨汤，哇，这烤鸭卷儿，这都可以。行，现在这太符合这个一边逛逛吃逛吃的文化了。妈妈来没？哇塞，这个可以，你看这大冬天的，这里边热气腾腾的，看着特别有食欲。然后这门口还是这种可以看到怎么做的蟹黄的，
哎，你看这是不是那个那汤料给冻上了？嗯，有可能。然后一蒸熟就变成水了。对，那还住着人呢，你看，这还有人住。私人院，请勿进，做文明游客。现在还有人在住。这是什么？哦，柿子烤肉，在一个铁板上是柿子。哎呀，这大串儿，看这有食欲，还有黄金薯塔。哎呀，久违的小酒馆、啊、也开始了，太好了。酒吧都开始了，热闹的人气也回来了，新年新气象。